大王怎么来了？弑君罪人，殿帅已经……陛下担心有人会包庇罪人，特命我前来看看。带走。哎。 拿货就好。此等大逆不道之徒，非但谋害了太子妃，还敢污蔑皇后殿下。大王，殿帅是知道的，皇后配天，她的德行岂能有这样的瑕疵？快带走！皇后有瑕疵，损伤的可是天颜。他说什么？ 皇后，皇后不是已经……你说什么？ 母凭子贵了吧？怎么？殿帅没有告诉殿下吗？告诉什么？殿帅，这是。 那个切腹，那个罪人，殿下慎言。那是你的嫡母了，你身为臣子，怎敢妄议？来人，拉开呀！好了，殿帅，你看他。 干什么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谁想干什么？这是圣旨。走。 这是
皇后殿下，这好像是……陈安玥，为什么？典礼要用雅乐，什么为什么？你们这是想杀了他？ 放开他！放了我！放开他！放了我！殿下，我要见陛下，我有话要跟陛下说。三弟，我要见陛下，我有话要跟陛下。 杀了我的妹妹，杀了我的妻子，那也是你的妻子，你的女儿，你的儿夫，为什么不成处她？为什么还要让她住进我母亲的宫室？难道这就是？ 你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非要这样羞辱我？你非要这样践踏我？陛下，陛下，不见！殿帅。 真是陛下让大王来的吗？当然。殿帅，先放小人回去吧。实情如何，殿帅比谁都清楚，不是吗？是非心，耻辱心，羞恶心。 殿帅，放了他。李重奎，我看你怎么跟陛下交代。去。而贵妃赵氏，自前敌起，于朕。 相随相依，而其抵服荣恩，恪守妇道，宴以为质，
殿下。